白蜜啊，白蜜其实就是天然纯正的蜂蜜，是吧？蜂蜜这个东西呢，纯天然的一个产品，是吧？它的特点是里面主要是蔗糖，因为蔗糖里面一半是果糖，所以它比起这个饴糖的效果还是差一点。但是呢，疗胜于无啊，在那个脾胃需要滋养、需要滋补的时候呢，这个经过蜜蜂啊采摘啊采花粉的形成的这个蜂蜜，还是比其他的滋补的效果要好一些。